沈宝慧，你怎么神出鬼没的？神出鬼没？我看你说的是你自己吧？还是老样子，说话阴阳怪气的。我可没那个时间去做阅读理解。你看看你这身过气的礼服，还有这项链，租的吧？不过也是挺配你的，跟你一样小家子气。哦，对了。 2年前你还是个跑龙套的吧？虽然现在有点名气了，但这骨子里啊，果然还是个扶不上墙的烂泥。是啊，我这个烂泥凭借自己就花了2年的时间，就跟您这位公司花大价钱力捧的小花平起平坐了。你说谁更烂？你说得好听，你以为你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小白莲吗？还不是靠楚言。如果不是他，你能有今天的名气吗？ 刚刚还让他给你介绍人脉资源的吧？原来是这样啊！我就说嘛，我这么个小角色，怎么能让甄大小姐气急败坏呢？原来是因为楚言啊！不过你放心，我和楚师兄呢，只不过是一部戏的荧幕 CP 而已，不会影响你们的新作的。还是说，你对楚言有别的意思？嗯，你好，请问刚刚两位谁要的苏打水？ 哎，先生，不好意思啊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我过来就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，刚才的事儿我也有错。你的衣服都湿了，要不……不用了。别呀，这样的话我会过意不去的。 虽然说不是我先动的手，但是我也有责任，衣服什么牌子我赔给你。我说了不用了，谢谢。先生，你有没有觉得我有点面熟？老套，你搭讪的方式真的很老套，小姐。不是，你这样啊。 有没有印象？你希望我记起来什么？小姐，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不好意思，那个先生，你真不觉得我有点面熟吗？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还有。 小姐，你确定？啊，亲，玲玲，别睡了，大事不好了，你快起来！干什么？起来，起来！ 你都拾荒了，再睡你就升天了。我成天不好吗？怎么被你说的像天大的坏事一样？你自己看看回友和热搜。哎，你这件睡衣挺好看的呀，你在哪儿买的？哎，给我也买一件呗。怎么回事？楚言和江杰怎么打了这么多电话？哦，你看看微博热搜和回友讨论不就知道了。 干嘛呢你？哎，
心心相印，昨天演到你离间男女主感情那一集，还把女主弟弟搞死了，现在全网都在劝你善良，这不也说明我的演技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吗？要是那么简单就好了。你看第三条，这什么情况？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人眼熟，想过去问问他，怎么就被拍成这样了？你不认识林一周，那你为什么还跟他在厕所前缠绵？我们没有缠绵，我们也没有亲热。你该不会连林一周是谁都不知道吧？我有必要知道他是谁吗？哎，林一周，哎，他可是林氏集团董事长，港东首富，他一跺脚，整个亚洲都要抖一抖的。而且，他还是全港东女人最想嫁的国民老公。有那么夸张吗？还一跺脚，整个亚洲都要抖一抖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个200公斤的胖子。孤陋寡闻，这个可不是我乱说。你看，林一周29岁，港东精英，林氏集团董事长。喂，蒋姐啊。哎，我的大小姐，你可算接电话了。蒋姐，我跟林一周真的没什么，那个照片就是角度问题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先别着急啊。公司呢已经开始写澄清声明了，你这段时间先别上网。网上的留言你也别在意，我先忙了啊，你自己注意点啊。好，江姐，我知道了，那辛苦你了。这都是些什么呀？怎么了？现在网上全是骂你的，翻出你整容之前，不是，说你以前的照片整容，还有一些什么胡编乱造的，什么黑料啊，说你私生活混乱，还想闺蜜男朋友。现在造谣真的是不需要成本，随口就来。你要是有男朋友，我真的都谢天谢地了。你放心，他们呢就是自己消遣一下，在网上发表一下负面情绪，等公司发了声明就没事了。你呀，就是想的太简单了，他们才不管你澄不澄清，他们只要舆论你的黑料，你还是要小心一些，万一……喂，楚言。夏令，你跟林一周怎么回事？我跟林一周真的没什么，你就别担心了。好，我现在还在组里拍戏，过几天就要进山拍了。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联系小赵，他能马上告诉我。行，你就忙你的，这次呢，我一定会处理好的。拜拜。行了吧，别拍了。没想到楚言还挺关心你的嘛。说点别的。林丽，你要不要去公司一趟？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得跟江姐商量一下，看怎么解决。我陪你去吧。贾飞啊，你来我家怎么连鞋都不换呢？太着急了。那好，你就顺便把我家给打扫一下吧，我去公司啦。那我就把你睡衣拿走。